再来，万分了！不走不走是一回事儿，这窝头松又全是您的，不能他想拿就拿。怎么着？打一下呀，再来！我看你是不想出去了吧？我在农村跑了6年地，我不怕换个地方接着跑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又在闹事儿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误会。我刚才脑袋疼，我敲打敲打我自己，跟他没关系。不许闹事儿啊！没有。 只要你们以后不在我面前讲洋荤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